近年来，随着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，越来越多明星开始投身直播带货行列。11月2日，张柏芝在某短视频平台开启了自己的直播首秀，引来众多粉丝围观。开播不到10分钟，就有超过100万粉丝涌入直播间，点赞更是破了300万，高人气高流量令人惊讶不已。更夸张的是，直播过程中系统甚至一度崩溃，程序员加班加点才终于恢复。我们姐姐要不直接跟刚刚一样是 点直接点就好了。对，因为后台系统是真的出现问题，我们现在就是出现一种我们今天这一整天都在送东西面对首次直播，张柏芝似乎很兴奋，还在直播间和小伙伴们一起跳起了舞，回馈粉丝。身穿粉色长款卫衣的她看上去非常减龄，皮肤状态也是白皙紧致，风采丝毫不输刚出道时。据数据显示，张柏芝成为当天某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的排行榜第一名。网友在张柏芝直播间的下单金额更超过了6116万元，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763万人次。